不会气质，然后再是长相，他自己内心本身要很自信，他很清晰的知道自己在人群当中他的自身的价值和魅力点在哪儿。其实他所有的自信是源自内在的，还有脑子。大家都有脑子吧？哎呦，脑子这个东西难得。不好说，看看在咱们的心动原石。哎，不能看啊！我怎么了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哎，你是说我没脑子是吗？不是，超越很聪明啊。第一眼肯定先看模样啊，但样貌是决定能不能一眼就喜欢上。你要说长久在一块儿，肯定还是看性格和气质。你是要那种能跟你一块儿说相声的女生？贾玲老师，你看这个。生活当中就别老掺和这个了啊！我要找肯定找那从来不听相声的。性格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？不能太张扬，可以开朗，开朗和张扬是两回事儿。你要一天到晚啊，就那样的，我也承受不了。然后姐姐吧也不是不行，那你姐姐的年龄差最大能接受到？她可以接受60岁，比你大60岁。哎，对对对。明显人看着就不想努力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麒麟呢，你能够接受多少？八十？八十？不是80岁，八零后吧，八六十岁吧，差不多。我才24，比我大10岁，34。34，我觉得还挺风华正茂的。现在30岁以上姐姐可有魅力了。我以为男人能接受的姐姐都是那种3、4岁这样。咱不是追求极限吗？不是，这不是追求极限吗？你很认真，我很佩服。